大家好，今天是13号，有个好心在双城救治狗狗，然后先送到仁康了。我现在他在这安阳路呢，我先找到他，然后问一下这狗狗发生了什么故事。你好，想送狗的吧，姐姐？我。他在前头，他在这儿呢。啊，他在这儿呢。这会儿我给他的那个，完了我一动，他就那啥，你扑了扑了，别压你身上。没事，弟弟。哪儿呢？一伸手，有的时候就那什么。你在哪儿捡的，姐姐？在双城。双城。嗯。他当时怎么说？你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他当时，我寻思我给他买点东西吃，喂他。完，结果他就扎在雪里一动不动了。然后我就感觉他完走路直晃，我以为他是中毒了，然后我就给宠物医院打电话，我寻思给他打个解毒针，然后结果宠物医院过来之后看他的状态说不像是中毒，然后但是他就一直嗷嗷那么叫，可能是疼的，后来一检查说他那个膝盖可能有问题，是被打的，当然是被打的还是受伤了。这那个刚才那个仁康医院大夫说有可能是就是别人就是打过他撞过他，然后他才会就是导致他有毛病的。那个我刚跟刘丽大姐联系了，姐姐。嗯，刘丽大姐生病打针呢，然后仁康这边全是犬瘟，再给她送幼儿园，您方便吗？我方便倒是方便，就是我其实我在想，就是如果家要不是那么多狗那么多猫的话，我就自己养了，但是我考虑你说放在小院里它存活率能行了，它这个情况。就是、没事，咱放幼儿园，幼儿园是单独照顾的。啊，那就先不往那个小院儿。对对，他就一直会住在幼儿园，等待领养呢。啊，那挺好。一会儿你拉着咱去看看，你要不放心。啊好，那个什么，咱们就一块去幼儿园是吧？对，您叫开车拉我去，我给您发定位。好。您是从商城过来的呗，姐姐？对，我是给他今天接回来。开始咋想的？开始吧，我自己发一发，看看有没有个人的领养，然后我就给他放到寄养的，然后结果到人呢就给人家男的手咬出血了。请前走最右侧车道。那他是估计是被人伤害之后，对，他要现在幼儿园调养半个月一个月性格。对，我觉得是，要不然他就给人咬了，人家就不收他了，我就没办法了。我现在那就只能送刘丽姐了。请走最右侧车道，250米后站。我因为我觉得你们的狗太多了，给你们也。没事，我们给他送到幼儿园嘛，这样幼儿园环境好，有人单独照顾，他不能被人欺负。我们都是一个小院，一个小笼子里，一小笼子一只狗狗。你上班的时候碰上他了吗？对，我是在那上班，然后中午吃饭，然后正好开车的时候碰见他。这两天这治疗花很贵的那边。对，我在那边直接就给他联系宠物医院，送到宠物医院了，然后。给他看病这两天花了1000多块钱吧。啊，那真有点贵。对，我就寻思救他一次嘛，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吧，然后能帮到哪儿算哪儿吧，最后还得是你们帮我兜底儿。没事，哎，他叫啥名啊，姐？你没起名？没有名。小白呗。小白呗，我叫他他不听，我叫他小白他不应，没反应。可能没有名字，因为可能他从小就流浪了吧。我们到狗幼儿园了，赶紧抱上了姐。看我们小孩子，走吧姐，这边。这边咋的了？咋的了？又被他咬起，一伸手有的时候会那什么。他是被人打的，有时候会防御。我一抱他，他就有点要咬，但是抱着就没事儿。音乐。起啥名啊，大姨他？给安排到哪儿啊，大姨？安排看看就行了。行，走，小心点。楼下先吃，没事。行，小心我们这么饿犬啊，姐姐。黑的别摸它就行。来了，小心点开门。把这门都撞坏了。对，机场路不知道谁家扔丢的，完了好心人在机场路上救了他。这也太棒了！他自己都快上高速了。
不是，舅叔也这么胖吗？舅叔没这么胖，瘦着。快点走呗，小心肝。快点上楼呗，我也要上去。那医生，我进去呗，走啊，姐进去。你在这儿看看就行了，你看这腿，姐。我看着了，我这有药。你走了，姑姑姐她又得上火一阵了。嗯，看这出还挺难受的。不能咬我啊！他不能咬你了。我一来，我看这些小狗照顾的都挺好的，我就放心了。那会儿放心吗？嗯。别吃了，那边还不吃肠，啥都有。现在不吃。你给买水拿过来，姐姐。嗯、就你胃能吃，跟我们还不熟呢。熟的好，快点开会儿。让那狗不舍得它，不舍得姐姐。哎呀，咋整都得有这过程，好难受啊。嗯，那就留不了呗。走吧，姐姐。嗯。你接着来看它就行了。行。那就姐，你现在来起个名吧，万一以后狗多，我说我找奶汁，我怕我都。起啥名啊？前面我说明，然后再找。那么难，那就泡泡吧。泡泡。泡泡。行，叫泡泡。这么蒸发了，叫泡泡。那姐，你这些了。然后那个我要得空我就过来。行，行吧。那个你把我微信推给他。对对。然后让他先联系我，别这块没人。行行，好嘞。下午一般两三点钟都有人。哎。我说我来早有空。快快，快下去吧。走。多好啊，楼上都是小女孩。没事啊，以后就都是好朋友了。你们这总在外面，外面你说你吃也吃不饱，还老这多好啊！双城，然后这个好心姐姐送完狗之后，又来当志愿者，这么快的擦地呢。好的，姐姐你累不累？这个可爱啊，它可爱，是不是可爱？它像玩具。除了拆家没有别的毛病。哎呀妈，这个姐姐也收养流浪狗，家里好多孩子。是吗？五毛三狗，五不是几狗来？四个狗，五个狗。我的妈呀！姐姐，拜拜了，拜拜，拜拜。然后我下周没事我再过来啊。好嘞，拜拜，拜拜，辛苦了啊。没事，走了啊，慢点。拜拜。这个好心的姐姐被我们狗狗的热情吸引了，说以后每周都要来一次。这位好心的姐姐，谢谢。